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老爹今天一样来强化我们的僵尸侠啦。靠腰，我的应援棒嘞！哦，在这边，来，我买500级啦！我再买533级。我兑换，好，神秘商店，我买，我刷新，我再买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老爹上一集已经强化我们的火鸟了，这一集我们来强化我们的僵尸侠。来，攻击力现在66万。装备是这样子哦，老爹把这个之前二郎的征服卡给他了。好嘞，养成，潜能激发，我再培养，没问题。各位观众，指示性的僵尸侠来云森林，我真的是跟他拼了。啊，没有问题，这样子应该够了。各位观众啊，总不会叫我升职五星吧？啊，老哥啊，打不赢再说啊。然后这个装备我在想要不要换成这个野性套装哦，可是我没有很好的野性套装哦，攻击装没有很好的哦。只有这一件，这一件，我的野性装怎么可以那么烂啊？这简直就烂透了！哎，这一件不错，可是这样会比我的原本的装备好吗？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就先这样子穿了，加减穿了，没问题。来，我的僵尸侠跟火鸟已经提升了，应该不会再输了。来，我们挑战第二名的地产大亨 KK 呀，好来 ，KK 3000万，我们再来，老爹的杰洛斯也是3000万，没问题。现在来到5打5的节奏 ，KK 竟然放二郎哦，其实放二郎没有用啊，老爹已经玩好几场了。二郎打这个独角仙哦，会很惨哦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再来。对面的杰诺斯不灭了，先来到5打5的节奏，超健全。
656万，他只剩一只二郎了，前去上哨，结束比赛。喂 ，KK 啊，你烦不烦啊？你不要一直打我啦！你去打贪吃狼啊，老哥啊！你去打贪吃狼啊！要防这个二郎哦。其实就要放独角仙，你们知道吗？来，你再打一次啊！你打，赶快打！你不打是吧？不打我就来打贪吃狼啦！来，挑战第一名的贪吃狼，加油啊！老弟的杰洛斯，2800万，我们再来。对面的杰洛斯也两，天哪！一下就被轰掉啦！我的天老爷啊！我们再打一次，没问题，各位观众。好来，老爹的杰洛斯，2600万。不要一直打我啦！老弟的僵尸侠砍了一个大僵僵，250万。对面的僵尸侠200万而已哦，没问题。超级拳453万，活鸟救了一下。不要一直打啦 ，KK 啊，你等一下啦。现在来到5打5的节奏，老弟的杰洛斯1100万，对面的杰洛斯才1000万啊，不够看。我的紫色僵尸侠197万，好，他的僵尸侠不太痛哦。我们再来，火鸟丢下490万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老爹这一次是真的变强了吧？我真的很认真在调整啦。KK 打我几次啦？没问题。好来，老爹的僵尸侠再次干了一个大僵僵。欸、他真的不死心哎、欸，老 K 啊，好解决，500万没问题，到底的火鸟鸟390万，大眼睛丢了一下，没问题，想不到我现在攻击力最高的是僵尸侠哎，好，我们再来。老弟的僵尸侠再次站了起来，你们觉得老弟这一套比较好，还是要换？还是要换野性套装哦？再留言告诉老弟哦。好，老弟的豪杰322万，火鸟啊250万。哎、欸，如果我的火鸟紫心如果凑齐的话，他就打不赢我啦。没问题。刚刚到底是谁在打我啦？到底是 KK 还是贪吃狼啊？好来，老弟的僵尸侠280万！天哪，这真的是打到我脸都绿了！大力点！没问题，老爹的火鸟鸟
134万，对面的坚若是 is dead。好，僵尸侠，给他致命的一击吧，致命的一击呀、啊！你有没有吃饭啊？才220啊！好，倒地豪杰，246万，他只剩一点点啦、啊，他只剩独角仙啦、啊，应该没问题的吧？三个打一个啊，怎么样啊？哈哈，总算我总算过了这个独角仙地狱啦，各位观众啊，我好感动啊！三个打一个，快点打走他！真的是有够烦的、欸。好，前期中手，还没结束比赛，我的老天鹅啊，我的老天鹅啊，够了没呀、啊？结束了没呀、啊？我真的也是醉了，还给我一个不屈哦。前期中手，都来，闪电模式都跑出来啦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没问题啦。最后再打一次看看了、啊。只要撑住就赢了，撑住就赢了。好，赢了，看就知道赢了。有没有看到啊？